道观爱心会成立超过30年，会员平常时啊，伫新公益关怀社会绿色，为着扩大服务，23号伫咧国姓乡成立区会，由前国姓乡长林福峰夫人朱淑华来担任区主任，国姓乡长邱美玲、南港村长洪英定等等人，拢来捐出选举的补助款，来作为区会成立的基金，希望帮助国姓乡更加侪边缘绿色族群。南投县爱心会伫民国72年创立，至今已经成立40年。为着要扩大服务的层面，23号伫国姓乡成立区会，包括国姓乡保利镇的一个新人苏龙来加入。因为在这期间，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南投爱心会，它是很实质的在为我们，就是像为我们的边缘户一些。比较需要帮忙的弱势们的忙，那他也因为他这样感动了我，所以在这次选举当中，我也发愿，我愿意把我的就是票数的所得能够捐赠做我们爱心会的基金，然后让更多的边缘户需要帮忙的人能够受到帮助。啊，就是咱响应吼，咱社会的爱心嘛吼，啊，伫遮呢吼，啊，就由于即个咱选举啊吼，啊，就足和平的吼，啊，我就将我所有的咱。得票数的，咱的钱呢，来捐出来做一个爱心的吼。啊，因为咱平常时嘛，受足侪人，阮地方呢，受足侪人的来照顾这些弱势啊吼。国姓乡的人口外流严重，老人人口比例真高，国库无依弱势，艰苦人真多。为了要关怀社会的边缘，前国姓乡长林福峰夫人朱淑华担任创区的主任。哦，啊，因为吴美玲乡长，他这个满满的爱，啊，个阮。即卖，阮的洪村长吼，洪英定吼，阮南港的村长吼，啊，伊即个同业竞选，伊讲伊嘛要捐20000，吼，啊，过来就大基村的村长，陈武章吼，因太太是阮好姐妹，伊就讲，安尼因的业嘛要30块的业要捐出来，吼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敢承担的这个，算我的后盾啦。15年前，南投县爱心会关怀南港村3个丧葬个案，扶弱势边缘户感受到社会温暖，所以加入助弱行善的行列。这15年来吼，大部分拢是一寡急难部分，就是丧葬费啦吼，啊无够啊，阮家己到烧天，啊嘛有迄大病院吼，啊医药费拿袂起的，这部分我嘛拢家己到三工。上重要是救急无救贫啦，吼！因为乡内各界支持甲赞助，南投县爱心会各县区会将发挥急难救助的精神，希望帮助各县乡更加侪边缘弱势族群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